好，在我们这个讲次呢，我们要讲的是模拟。那我们主要是在模拟股价的变动，股价的变动。那么呢，在完成这股价的变动呢，那我们先介绍，今天只介绍一个简单的一些方法。那我们首先介绍就是大家要把资料分析拿出来。这资料分析呢，绝大部分是统计。啊，那你有学过统计的话，就是变异数分析、相关系数、共变数、序数统计、F 检定，还有所谓的回归抽样、T 检定、力检定等等。但是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叫做乱数产生器。乱数，你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随机变数吧。那么我们透过这个 Excel 的随机变数来产生一些特殊的分配。如果各位以前有印象的话，所以各位第一件事情是要把它产生出来，所以你要在空白地方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。那你要用增益集。好，增益集里面呢，我们要讲的是分析工具箱，你要把它执行。啊，这样我已经够了啦。啊，所以我就按确定。那这线性规划求解我们上次用过了，我们要用的是资料分析。好，我们按乱数产生性。好，我这边呢是说我要产生变数两个。两个，然后每一个变数产生1000、1万笔资料，我用常态分配，然后平均数为零，标准差为一，我们称这种分配叫做标准常态分配，标准，然后产生位置是定在这里。那当然呢，我可以产生10个，好，把位置定在这里。所以呢，只要平均数为零，标准差为一的常态分配，我们给它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标准常态分配。我要产生十个，好，我要产生10个变数，然后每一个变数都是1000笔，对不起，1万笔。因为有一个标题嘛，哈，我们来求它平均数多少。我们刚刚讲过，理论上它应该第二笔开始，对吧？好，平均数。我们刚刚讲过，它平均应该多少？零，所以很接近零啊，都还小数第二位，有的到第三位。我们说标准到多少？标准差，介于多少？一，我们标准定义是一，所以很接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平均数呢很接近零，标准差很接近一。那当然有时候会大于一啊，有时候会小于一，正常。好，所以呢，它的基本特征是这样子的：1万笔，1万。那当然呢，你要先画图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常态分配。好，那我们用个看其他的。好，乱数产生器，我们可以产生什么分配？均等分配、Bernoulli 二项、布拉松。它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分配，那有的是常态分配，我可以假设平均数多少50，标准差10也可以，
们再试看看。好，你看都四十几嘛，我们把它拉过来。对，四八四九五十。好，我们不要拉出十嘛，它很接近十。那当然，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最小值、最大值嘛。好，从二开始，最小是十二。哎，最好到负四十五。我们最大值呢？到一零三。最大八十，我们平均就是五十嘛，标准差是十，所以它介于，哎，它负的，这是比较特别的，啊，比较特别，理论上不大可能会负，但是有，那很明显这一类画出来可能就不是常态分配的，应该不是，像这边也是，它画出来可能就不是常态分配的。负太小了，五十。好，所以像这个可能就有问题的。好，没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模拟资料平均数不会刚刚好五十，也不会刚刚标准差不会刚好十，很接近。这个就跑掉，这个就跑掉。啊，对不起，应该看这行，都在九十附近了。这是我模拟出来的数据。好，那我们不要，我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用 R 来模拟这样的数据。我们将来要做这样股价资料的变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检验这两个，一样的，它有最小最大。好，它是零，我们把它往左拉。哦，它负这么小哎。这负了，所以它主要也不是常态分配，这很极端值，大的还好啦，这有可能大啦，但是负太小了，所以呢，理论上大家学过的标准常态分配，理论上 99.9% 在正负3之内，那你今天有1万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正负 99.9% 就是有100笔啊，有100笔在这范围以外，所以呢，这几个可能就离开常态分配有点远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去检定它是不是常态分配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要透过它用 Excel 来模拟资料。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它的平均数标准差还很接近，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它的标准差会跑掉，啊，它会不会有那个怎样讲最大最小极端值产生？还好，在正负四以内，所以它的极端值几率相对也比较少。这个极端值太严重了，太严重了，啊，它产生这样资料是微乎其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这底下不看，因为这是平均跟标准差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万笔是不是常态分配。好，那因为 Excel 比较不好做，我们用 R。好，我先把它关掉。那 R 我们另外再教各位，假设 R， 你回去就装 R 就好了。那当然，这边第一件事情是我要把这个资料另存新档，那产生 CSV， 你要按下去，找找找找找找这个 CSV 逗号分隔，传成 li， 叫储存。
它储存力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到 R 去，下次再交给 R。好，第一件动作就是我去读 CSV， 把 CSV 这个档案读进来。我要跟 R 讲说，我的档案叫做 read.csv， 读进来以后呢，放在这个名字，这个资料放地方叫 dataset， 我们姑且称它叫 data。你当然可以改别的名字啦，我改 A 也可以啊。好，我没有出现任何的错误，表示我资料读进来对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左边，我看 A 什么？哇，一万笔，刚刚的 Excel 变数都读进来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要看它的结构，这 A 到底放了哪些东西？好，他跟你讲。我有一万笔，总共有两个变数，分别叫例外、例图，它们是数值，然后，不及被载，对不对？除繁不及被载太多，一万笔不能产生嘛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可以叫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第一件事看 dimension， 到底这个资料集大小写有分，记得。啊，一千乘以啊，一万笔有两个变数，跟上面写法是一样的。好，记得大小写有分。好，我要看前面，好看我小写 A， 他就跟我讲错误，找不到 A， 所以你要用大 A。我要看二十笔，他就把二十笔列给你看。那有时候呢，我每次都要打 A 很讨厌，那我就跟电脑讲说，等一下所有的操作都在 A 里面操作，我们叫做 attach， 所以呢，我下面就有这个东东，那它会出现这个 mask， 是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东西的，好，那么呢，我现在呢，这就不要了哈。我还要求它的标准差，我们不是说跟一很接近吗？我刚刚把它拿掉了嘛，哈，所以我再把它还原一下，啊，大概平均数是这一个标准差是 1.003676， 好吧 ，1.003676， 所以我们要看它的标准差，没有变异数开根号 ，SQRT 是开根号的意思， 1.003726。1.03676，3672，哎，那可能是公式计算的一个四舍五入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平均数，-10128，0128，哎，这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01285。01285还是没问题，所以很明显这是四舍五入的关系。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 summary 啊，对不起，这 A 这个东西不见了，没有 A 啊，对不起 ，A 是之前的啦，不要管它。好，我们要改成大 A 啊，所以呢，它有平均数，就是最小值、最大值。我们来看一下 ，538。最小最大374158。好，那为什么会两个一样？因为我当初在我在demo 给各位的时候，我已经做过一次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是画图，好吧？我们画图，那这叫直方图啊，它的全名叫做。histogram， 然后把变数拿来画，然后 breaks 就是分60组啊，那到底是不是常态分配？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分80组，
它就更密了。好，那当然呢，我可以把它分三支柱，那就比较不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，我们要做检定，叫 KS， 啊，就是 Kolmogorov， 啊，就是这个 Kolmogorov-Smirnov test。好，它是我用来检验常态分配。啊，它指令检验它是不是常态。当然，它可以指验不同的位，伽马啊，其他位也可以。啊，所以就是 KS， 然后 p-value。所以呢，我们检验例外是不是常态。啊，所以做出来结果是。0.425， 基本上是的，它是常态，它是常态。好，所以如果当它小于 0.05， 代表这资料就不是常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呢。好，也是常态，就是467。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图。例图。看起来虽然不是很丑啦，但是它接近常态，不违背常态。好，所以一直跟我们讲一件事情。我模拟这样的资料出来，确实是接近啊，常态分配以平均数为零，然后标准差为一，很接近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做模拟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要这个。我们一般而言都习惯用所谓的标准常态来做资料模拟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东西来做。好，这是第一部分，让各位先有这样的概念来分配。